这是一个关于警察与科技的故事，这是一场知识与智慧的较量，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在信息时代的21世纪，紧急事件时有发生，犯罪手段不断提高，我国的警力却严重不足，种种问题让中国警察必须寻找提高效率的方法。